总是要处理，还要做准备，再不出发的话，真的会来不及。希望不会塞车。可是教练他现在……教练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们能在这次东南亚游泳俱乐部大赛有出色表现，被看中入选国家队。如果你们错过这次的比赛，他会很失望的。这么说吧，如果你们今天不去比赛的话，等于帅醒过来，怎么跟他交代？这样吧，志飞，你跟安安陪他们去比赛，我一会儿再去一下医院，看一下他情况。嗯，知道了。去吧。走吧。千万不要影响心情啊，正常发挥就好了。老板，我们一定会把金牌拿回来。你不跟我喊口号。总之，你们要记住，你们现在完成的是你们自己的梦想，不是我们的。加油。走吧。为了教练和老板，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拿金牌。Yes， 我们一定可以的。加油！加油！加油！林俊加油。林俊加油。林俊加油。加油啊，游快一点。教练容易被打败的，我还想看你们拿到奥运金牌呢。身为一个前职业运动员，我想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努力、付出、牺牲。今天的胜利虽然只是个小小的成就，
但是我知道你们付出了很多。你们一定要坚持你们的梦想，他会帮助你们超越一切的障碍。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啊！你们去准备 BBQ 的时候，去。哎，你要不要先去洗手啊？哦，好。很少看到情侣冷战两个多月都还没和好，你们俩该不会是分手了吧？你吃东西了？这还没烤，不能吃啊！安，你去买点纸巾回来，我们好像忘记带了。没有带吗？啊，没有，去吧。啊，一翔，你陪安安去买点水果回来。冰冷准备的盒子里一点水果都没有。其实我说没有就没有。啊，我这就去。对不起，过去两个月委屈你了。你说的对，与天注定的缘分比起来，后天培养的感情才是爱情里最重要的。我不应该执着于什么缘分，而应该听从我内心里最真实的感受。不管是缘分还是误会，你是我心中最在意的那个人。安安，你能原谅我吗？你想清楚了不后悔？绝不后悔。这两个月来我真的很痛苦，很不开心，还要常常强颜欢笑，为的就是不要影响你的表现。我知道，真的对不起了。所以我决定我不会这么轻易原谅你。那你要我怎么做？我要你重新追我。好啊，没问题。不要动。哇，哎耶，老板可以啦，快点签名啦，第二男主角。可以给我签这里吗？好啊。这里有笔。谢。来，干杯！干杯！为我们拿到银牌，也恭喜我们获得国家队甄选的机会。预祝你们能够成功入选国家队，然后朝奥运会迈进。耶、yeah! yeah!号角响起，激动的音弦多遥远，催促着你我要加快脚步，努力奔向前，披着坚持的信念，不畏不惧，不管梦多远，不
背对。